bridge 的方法。那 bridge 之后的话，它回来的结果会是一个阵列，因为切割的话，切割完之后它一定会是一个阵列，所以你要用一个变数去接，那接到的一定是一个阵列。那阵列里面不止放一个东西哦，它可能放一个，可能放多个。那你在利用一个叫 for each 的方 for each 的叙述哦 ，for 回圈里面有个叫一般的范围式的，一个是 for each 是里面的每一个阵列里面的每一个一个一个帮我搬出来，那我搬出来做什么呢？再帮我写进去啊，你可以多个 k 嘛，那 k 放一个就 k 第一次就放2嘛，那以后的话就 k 加1就好了 ，OK 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其实就是这样的方法可以帮我把它全部呢哈。 一次按下去，自动帮我切出来哦。程式云端上有，看我都啊，这边还在跑 ，OK， 所以这边按下它，全部 OK 了。哦、啊，至于程式云端上，各位可以参考啊。另外就是说呢，做完之后哈、哦，你才有办法针对这个栏位去统计说，哎，这个项目有几个？哦，当然，这比较笨的方法，也许就是说，比较不聪明的方法啊，也许你当然可以什么，把它排序一下，有没有？全部都放在一起。 可是这样不是好方法，所以啊、哦，可是问题要怎么样去把这个项目给做出来最快？那、啊、其实当然最快哦，你可以把这个范围定义成一个名称吧，像刚刚我们公式里面从选举范围建立顶端列，哎，这个名哎我要定义过了，我把它盖过去，这个叫做复选题的分割结果。啊，你再来可以做用什么呢？你可以再来用那个这个比数部分，你可以用 count if，count if它有没有？所以插入函数，这个好像在入门班里面我们也特别强调，你可以用 count if 这个函数 ，count if 什么呢 ？range 就 F3， 跟他讲说啊，你到这边找，找什么呢？找这个东西它的数量是几个，有没有啊？点两下或者向下填满，就马上出来了。啊，其实这个图表是因为它的来源来自于它，所以它变动它就跟着变动。 OK 哈，所以这部分的话哈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可能就先讲到这里啊。这一题的话，也许当成各位回去的一个练习作业吧。好，然后你们回去看一下，下一次上课我们就比较快速的再带一下。好，所以大概知道重点吧，主要也是多学一个叫 for each 的一个叙述方法，因为for回圈哦还有两种哎，一种是 for i 等于哪一个到哪一个，一个就是 for each。 主要会用在就是把什么，把一个阵列里面的所有资料逐一的抓出来，哦，我们就用 for each 的这种叙述方法，这个我想下一次再来看，好不好？